不知道他一级学什么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一级学 Q 的。走，现推了。一级学 Q 奥拉夫，差个眼。他怎么就两级了呀？这个人奇怪，两级他肯定会学。两级他肯定会学一技能，这波跟他对拼伤对拼的话，他拼不过我。他来卡他的被动，这个人 QA 一下，这一波小赚了一波。他在等三级过来跟我打。三级我跟他对拼的话，我就吃亏了。稍微注意一点。不是那个岩突呢？哥，不是岩突在哪里？他交闪现，我交电蓝，我得回家了。这一波状态不是很好，溜了。上路被拿了个一血，嗯。哎，他这一波为什么不放岩突呢？走，嗯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漂亮，中路不见了啊！各单位注意一点，现推了。漂亮，这个队友下路也打爆了，那就看我中路了。中路他回家来了两个多兰戒，多兰戒一个四百块钱，我360一个，也就是说他这一波装备比我稍微好一点。他是出了800块钱的装备，我出了多少？我出了720的，也就是说现在没有必要跟他打了，装备也没他好，差个眼。哇，这是啥呀？恭喜昆皇中了一个魔法乐园呢，可以，恭喜恭喜恭喜！直播间第一次中魔法乐园呢，你充了多少钱中了魔法乐园呢？一组就中了吗？一组？哎，这是啥呀？翻墙 ，WQA。翻墙走，印度飞饼了，能扎吧？好像有机会。漂亮，这波就是大节奏了，翻墙走就行，不用管。脚印不见了，走回家一下。嗯。嗯。提亚马特，然后呢？携家长剑。再来一个扫描，完美。那这一波正好插到眼，看到这个奥拉夫在偷龙，这一波很好。这奥拉夫没有闪的，走，嗯 ，miss 了。六级，他现在这个装备打不过我，扫描开一下。现在我可以在野区里面逮他 ，A Q A W 大招隐身 ，A J 点蓝去
二走他死了 QA 带走单杀了，好回家一下，因为我这一波回家更新装备了，他还是原来那800块钱的装备，而我不一样，我现在有1325加360，也就是说1500的装备比他好太多了，所以他这一波不可能打得过我。回家来个武术鞋，走，上路方一下。好像有机会，这人可能会过来打核桃蟹，可能他不会再打石头人吗？没有打，无处可藏，回家了。他初步判定他应该是回家了。推了，这奥拉夫在打红 buff， 打完了，走位一下，不急。能杀不？他想杀我。有点亏，感觉这么一换一感觉不赚了，感觉不是很赚呢，哥。我打的不是人是什么？我没打人吗？我刚才打的是空气吗？走，我刚才技能在打鸡吗？鸡也没有啊，刚才也没有鸡啊，这一波我的输出已经拉满了呀，秒不掉他，这个奥拉夫还是挺弱的，他一个红城，红城我没有办法。现推了。塔皮吃一下。溜了溜了溜了 ，F 六留个大的，走了，不跟他打。这波线给他推了就行。下路机会来了，下路。7秒钟，5、4、3，怎么杀？先杀 ADC 怎么样？哎，骗了个闪，赚了。闪现骗了 ，ADC 去我中路推线，也就是说这一波我们把下路的兵线推进塔就行了，因为 ADC 已经死了。这一波的话，辅助交闪赚了，不亏。吃个塔皮吧，塔皮吃个一层。推了，推了，还可以吃一层，感觉。还、现在不吃了，来不及了，回家一下。发育还可以，这里没有眼可以直接回城，感觉。战锤加长剑。走。奥拉夫，奥拉夫这个装备。我们杀不掉他，这把下路可以多去一下，当然最好有大的时候去的。走，不跟他打，没必要跟他打，我现在补刀也比他多，我现在人头也比他多，他现在很着急，我偷个鸡。皎月9级，我好像
可以跟他打一下，但是我现在跟他打呢，有要哎。没人守啊，我一个人守不住了，他们直接强杀我，小心一点。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这把不是很好搞啊，老弟，太大了，跑不掉了。皎月应该在塔下回城了。赶紧把这波线推进塔，他不回家我约他塔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闪，约塔应该有机会。哎，有点浪，算了，按照我以前我早就约了，现在还算了吧，现在还是稳健一点，不浪了。塔皮吃一下，他红 buff 有了，感觉可以拿一组红，吃一层塔皮差不多了，溜了。辅助来了，拿个红 buff。小龙，目前我们有两条小龙，还挺赚的。走，小心一点。小心，哎呦，哎，还可以啊，爸爸来了，不要慌，有闪现翻墙，我先杀这个人吧，交给我了，这个人 QA 漂亮。Nice， 这一波还没死，那就很赚。ADC 可能会过来，也就是说这一波其实我们可以拦一波 ADC。我赌你快过来了，阴一下。打你妈的头！打！操了！操作有点辣眼珠子了，这操作来个，哎，还买错了，他妈还浪费500块钱，那这波还白杀了，连环搞心态。幽梦来一个，幽梦来一个，幽梦来一个，那不连环搞心态吗？我们买个巫术合计干啥呢？推塔呀。推塔，目的就是推塔。来来，别怕，他在送老弟，他在送人头，相信我。想跑是吧？你给我逮到了，就跑不掉了。哇靠，差点没打过他，太吓人了。这波其实我还想推一波的，算了，还算了，回家一下，回家一下。我的点燃一直交不出去，刚才其实没必要死，一个点燃他就没了。A 接 W 接翻墙，再接翻墙，再 Q 位移，再接翻墙，他可能有闪。走，漂亮，下路传来捷报了，捷报连连。我现在有红 buff， 可以回血，再加上我的 Q 回血，双重回血，速度很快，再加上水龙的回血。也说白了，我其实这一波不需要回家。
看一下三郎有没有，三郎有，给他拿了。这打野刷野也挺费劲的，帮他刷个野吧，再把蛤蟆也拿了。不要给他打工啊。嗯，翻墙就行。嗯，走，这里有眼，这眼正好没地方插，插个眼，线推了，峡谷先锋又要复活了。1400块钱，差点钱，1800买什么呢？买幽梦，推了，漂亮，小龙有了。这波其实最好去蹲一下。来来来，翻墙就行了，他们杀不掉我。我有点蓝和大的，可以跑的。他们根本就逮不到我，阴一下。来了，翻墙。来 ，QRA， 好，交给我了。A 一下，漂亮，再 A 一下，拿个小龙吧。啊，打野没死啊，这波打野没死，这小龙其实有点费劲的。好，小龙拿一个。嗯，漂亮。中塔。中塔的话应该有人在守，也说这一波就没必要去了。咱们干嘛？把下路兵线带进去，他们在拿峡谷先锋，他们就不拿小龙了。推了推了，嗯，13级等级还可以，压对面2级等级还挺高的，直接推就行，还好。嗯，皎月来了，皎月是没有中亚的，他这一波相当危险，我这一波其实想杀他的。好，这里有个眼排一下，皎月没有中亚，这一波其实可以跟他刚一刚。好，那你就上当了。这个斧头有点绝望，这个斧头，夜梦来一个。人头给奥拉夫拿的，还好。下一件回家买一个黑色切割者，稍微肉一点。出夜刃没有用，这把出黑色切割者，漂亮，好踢，好活。W 漂亮，奥拉夫有点疯狂。妈了个巴子！黑切做一个黑切，我现在等级还挺高的。好岩突，别怕，能跑不？能走位不？奥拉夫有点疯狂。也就是他们没有水龙，他这波没有回复的。我可以阴他一下，他可能在，你看看。这么点血我还杀不掉你，我他妈9-1呢，你开国际玩笑呢？啊，线推了，37秒大，他蓝 buff 好了，这里有个针眼，先把这个眼排了，视野很关键。他们不会去打炸龙吧？过来想抓我，走。河蟹拿一个，可以，又打工了，嗯，天天打工。得有黑切，没有黑切杀不死人。ADC 表了，也说这一把咱们稍微要注意一点点。我这里没有眼的，
机会。来了，又躲开了，好，好活，哎，这个扇子妈就像个阴阳人在那边啊，我他妈牵制两个人怎么打不过呢，我牵制那个 ADC 牵制那个下路两个人，这波四打三打不过吗？他就讲个道理也不应该呀。勾到了，好点了啊！闪现，勾，好勾。剑魔来了，一段 Q， 常德锁链，二段 Q，A， 三段 Q，A， 还好，嗯。黑切来一个 ADC 交闪现加上秒表了，拿小龙吧，我们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小龙，这条小龙拿了，我们四条小龙，小龙先拿了，当然这一波最好去阴一下谁，阴一下对面的后排，来机会，杀两个，这是最基本的，我们这一把最起码要杀两个，怎么说，搞不搞，要搞咱就试一下，漂亮，这波不建议搞，哪个疯狗，黑切了，黑切有了我就不怕他了，再来个青羽，太变态了，听见吗？青羽得来，不需要捡回复，当然我这一把什么呢，当然我这一把杀这两个人很简单，随便杀，这三个人有点难搞，这三个人就需要卡杀了，卡杀是和咱们家的什么呢，咱们家的这个才行，不然打不动人，这里没有人了，阴一下，我这个位置很 OK， 你这一波就你他妈还要回头砍我了，你是癞蛤蟆跳悬崖想当蝙蝠侠，你石头人刷了，杀了个 ADC 治疗没有了，这一波的话怎么说，把这波线带进塔，顺带回中路，有大了，伤害不够啊，哎，这一波卡杀看到没有，这种操作怎么应该呢，这种操作他就不应该有这种操作的，讲道理，ADC 复活了，干他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杀他，
不带线打团的，打团打谁啊？你根本就不理解，难道不带线？谁打得动？你告诉我，奥拉夫谁打得动？你打，你用键盘打他，不会大的。好，空大了。没有蓝了，好，没办法，蓝没了。青雨来一个，小月闪了，小月没闪了，小月没闪。ADC 梭子甲了，其实我出青雨没啥用，说白了我还真不需要做青雨，因为我的目标并不是这个奥拉夫，那么当我的目标是奥拉夫的时候，这把就不太好打了，我的目标还是下路两个人，那么这个打野还是要靠队友去输出的，不能靠我，靠我不行。所以说你要清楚咱们这把咱们的目标是谁，我们的目标是谁呢？我们就要出相应的装备，对吧？扫描开一下，没有眼，他们要过来打小龙呢。哎，机会，啊，干什么呢？还干嘛呢？小龙拿一条，我们先拿小龙吧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真的是什么玩意儿？完全没有战斗力啊，这剑魔已经废了，这剑魔走推了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这么玩了，兄弟们，你看我们这个团不是说刚就是差一点点，我们这个团他们这个团就是碾压的了，懂吗？碾压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就是完全就是怎么？不是差一点，是差了很多点呢。你怎么这么喜欢以身试法呢？你，嗯，漂亮，别死了，能跑吧？牵制一下，牵制三个人，上不了，算了算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只能骚扰了，没办法，只能拖一下时间。好吧，这两个 BE 我根本就打不动，是最气的，我打不动他。好吧，你说我打团，我打得动这个人吗？我压根就打不动，这是最气的呀。
最后一件买啥呢？咱们最后一件拖一下。我们家 ADC 应该出 AP 卡叉 ，AP 卡叉比 AD 卡叉我觉得要强很多，是吗？我们家这边卡叉是做 AD 的，不太好搞。嗯。我觉得 AP 要强一点，你们觉得 AP 卡莎强还是 AD 卡莎强？你虚弱啥呢？虚弱？你好像奥特曼、猪猪侠、闪电小子、葫芦娃，你是还虚弱不？赶紧把塔推了。换一个板甲，换个板甲，走回家一下，换个板甲，走。嗯，鞋换了。该速决吧。Ally has been slain。妈的。懂意思了啊！我拦路虎，我拦路的。好，又赚了，看队友，这一波我们又赚了。蓝盾加绿茶，差点没杀掉，但是你会发现我的输出很恐怖。超级的恐怖，高地有机会吗？高地，高地好像并没有什么机会。再阴一下辅助，辅助可能要过来，辅助可能要过来，小心一点。哎，拉这个呀，拉兵线呀，你们没有兵线，咋推塔呢？溜了，哎，小龙呢？小龙啊，他们不需要兵线啊，这些的，他们不需要兵线。这奥拉夫太奇葩。太奇葩肉了，打不了团。那好几波送，你看有输出吗？你玩个 AP 卡莎多好呢，你妈玩个 AD 卡莎屁用没有。没办法。尽力了。嗯。这一把没办法了，兄弟们。